好吧。机器人给孩子这这那那的，我都没有孩子。哦，你们都是要去哪儿？哎呦我这剑筋打，我打着剑筋不掉血呀！我发现呢，他带点盐了吗？他没带呀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哦，好痛啊！我打剑筋，剑筋不掉血，剑筋打我，我们一直掉血。打小孩儿，蓝是不打飞，就是血没了。哥们儿啊，你说你倒帮我打他一下。不过兵线很好啊，这就别那啥了，这还让人头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这个玩意儿等级得起来，没等级不行。前期跟剑筋拼基本上是拼不过的。咦，我带什么来着？我带征服者哈。我们先出小反甲，再出小日炎，再出个那个铁臂。跟谁俩打呢？不行，跟谁俩打呢？好，还掉人，小王八犊子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200块，不行啊，钱不够啊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听见剑筋的声音就烦，怎么办？我听见剑筋的声就烦，怎么办？来和我玩吧。好烦哦，他怎么又来呀？好恶心。把耳朵闭上，真的，我听见剑筋的声好烦啊！我觉得这个英雄，他太装逼了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！好吧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
我舔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哎呦我！原来你是有备而来，看来你不是乱打的。哦，我们要出的东西有点多呀，我得出小环甲，我得出小日炎，完事我还得出守望铠甲。守望铠甲跟反甲能合成东西吗？还不能。哎呀，我这要出的东西有点多呀。来和我玩吧。蓝盾冰心指定是得要了的吧。你挺装啊。有没有眼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直接大的接铁。哎，他是韧性太高了吗？还是阿木木大招削了？怎么这控制时间这么短啊？他是点了韧性吗？我来了，哦，快回来！漂亮！我们无敌了。真可怜，让我抱抱你。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要干嘛？我他妈舔你！你再跟我打来。我舔，兄弟有没有技能？我舔，哎，我已经乱屁技了，别送了，行不行？来和我玩吧。下路没了吗？这是，剑姬人气死了。去找点朋友吧。你买了是不？嗯？哎，赶紧回家出装备，我们无敌了。先来个日炎吧。我觉得这阿木木还是不能出炼金罐，谁投降啊？除了德莱文没有别人吧？啊，辅助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德莱文挂机了，原来没关系啊。我们看能不能先把这一塔拆了。
现在日炎性价比不算很高。点E，给大点炎炮E。来和我玩吧！来和我玩吧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点点E。你敢找我打？我的天哪！回家了，先来个守望者铠甲，出个布甲还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196护甲。贴墙走啊，我不贴墙走哪有加速啊。我拿个红打条小龙，咦，红没了，那就是让努努拿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这塞拉斯发育的不挺好吗？这边永恩也没啥装备。先把这剑姬杀了，杀完以后再拿那红。红 buff 哪有剑姬值钱呢？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把我可疼死了！我天！哎，快回来！好勾 ，nice！ 杀他交闪合不合适？不合适。打红。哎呦我！哎呦呦呦！呀，这好的！哎呀！没事，他派克应该打不过俺们家这个岩雀。薅着打我身上可是挺疼啊！我一看呢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德莱文不挂机基本上是随便赢的，但是他却选择了一个最愚蠢的方式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回家啦。巴克你来和我玩吧，小犊子。瓦克你，瓦克头，救救，救救！谁给我下当了？血缘双子，那还行啊。出完这个，咱们来个紫炎之力。你这是出蓝盾是出冰心儿呢？出冰心儿就是蓝够用的。为什么不带气定神闲？我试过阿木木带气定神闲蓝也不够用，而且带气定神闲不厉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厉害，咋玩也不厉害。
招可以运1.75秒。你家没远程英雄啊，跑动。我不明白这奴奴在这装什么杯啊，咱是根本就搞不明白。跑动，我点上高地，永恩搁下路呢，人家上高地。来跟我玩吧。啊？这还能让你给换一个？打死了！完了，你们别扛塔呀！跑啥呀？对呀、啊，努努是个屁！哎，你别回，你别过来呀！你别过来呀！耗子怎么复活了？你这耗子，耗子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买了一个冰贴，呀，小龙没了。6、7、8，我这卖了，能再买一个。卖了吧，可以把耗子杀了，我们中锤。勾的，把他高地拔了，啊，把他高地拔了。不好猜呀，真不好猜。这哪好猜呀？这不让人团灭了吗？反推我们家一路高地，这永恩的补刀也起来了。我们家塞拉斯89个兵，这破路就不好打了。其实，走。往大龙靠一靠，塞拉斯少个金身呢。差一下，差个E技能。机器人死的稍微的慢一点，我应该能给他们都收了。我需要蓝盾加反甲加紫炎之力。上的太早了，上的薛飞是有点早，我们家没有持续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们一个人有持续伤害，而且没有物理伤害，现在全是 AP 的。
整点魔抗都打不动。小龙，快点，他们又得去了，我估计。我的紫炎之力马上好啊！我们这是要等我呀？等我大招，我的大没好呢。你先等我一下，别去！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哎呦，我好勾！发薅着，哎呀，点歪了！你打人掉血吗，老弟？我天！回家守吧。这是要去哪儿？这龙必须得要啊！赶紧去，17秒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剑尖打我好疼啊！哎，这个第一英雄真是他妈操的，打人身上全真实伤害，玩你妹！不行了，继续。